也有被挡，王继伦在那更靠前。展现了他对于对方门将乌眼位置的瞬间的把握。刚开始冲上中超的时候，他的外援的级别可不一样，拉维奇和热尔不一样，对吧？那两个人的作用很不一样。是中国的滑铲，嗯，来看看的是塞尼。要十打十一啊，但是保持前场的压力这一点关，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正确的，因为建业现在在扑。